就从这里了，从这里，然后他这里走出来的。就是我们干爹妈的。这里过去走到哪里啊？他这里过去的话就走到这个步行区，这是猛兽区的第一个位置，就是第一个门口。第二个人呢？是第二个人。嗯，他胆子大些，他已经到这个门口了。这个的话还好一点。如果到再到第二种门的话就会没命了。这两个人的话，对，这是第三个人的，都出来了。